嗨，你好啊，我是 Desmond 啊。我相信今天我們有機會一起見面呢，絕對你已經學識上網了，你應該在網上能夠接觸到我們。我相信你都知道互聯網的年代，互聯網我們做生意是你和我都夢寐以求的一天。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自己的網站呢，我又不知道你的網站是否很有效地已經幫你帶到很多消費者，或者很多你很希望成為你顧客的朋友去到你的網站留意你的資料呢。又或者你只是用 Facebook， 只是在用 email， 只是在做簡單的溝通，可能你都在想有自己的網站，有自己的網頁，能夠將你的產品，能夠將你的資料，你的服務傳遞到全世界。但是可能你都在想怎樣做得到，就算我設計了個網頁，又未必是你想要的東西。如果我以後又要再加嘢嘅時候，又要再俾錢，又要再設計，咁咪好麻煩啦。可能今日好多今日嘅朋友都喺度俾呢啲嘅問題去困擾緊，但都唔緊要。我哋今日會俾一個完完全全嘅解決方案。點樣講呢？我哋準備要帶動呢個市場度嘅係一個叫做一站式全方位嘅互聯網服務。以往你去設計一個網站，你找朋友設計一個網站的時候，他可能收你一個很簡單的費用，可能是三頁、五頁，你只能夠將一些資料放上去，但是放上去之後會不會有人看的？何時再更新一次啊？如果再有新的資料，是不是再要怎樣去先處理得到啊？我們今次想提供的一個新的服務給你，這個服務就是這個網站它可以不斷的自己 update，我們會可以有無數的頁面，你自己一路加下去，你不會受頁面的限制，你是一個全面性，而且我們會提供超過1000個產品的 catalog， 可以讓你 upload 你的產品上去。坦白說，這個網頁非常的特別，它不單是一個網頁，還可以是你生意的工具。如果你是一個開廠的，你有很多產品，你想接觸到全世界，但是你要 upload 上一個網頁，你只是又要買 shopping chart， 又要設計網頁，真的很費時失事。但今天不需要，在我們這個的網頁裡面你會找到資料，你會找到答案。除了這個之外，更重要的怎樣收錢呢？以往可能我們都會用一些互聯網的收錢服務，但是這個收錢服務最大的狀況就是說它需要很長時間你才拿回錢。但是我們這個是會提供一個你自己網頁的收錢的系統在這裡，而這個收錢系統只要你的貨真的送到客仔入面之後，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你就去拿回你錢。你做生意來說是不是容易產生那個轉動啊？第三件事，我們還會有一個很全面很完整的顧客管理系統給你。怎樣管理你的客戶，我相信是做生意的至聖之門。但是除了這個之外，我們這個網站，我們這個服務還會幫助你怎樣帶動人流去這個網站。各位朋友，我相信你都知道，今時今日做互聯網已經不是再只是在網上賣廣告就可以做生意了。很多 Internet Marketers 他們用的方法就會透過社交網站，透過很多群組，透過很多的微博，這些的方法去帶動很多的人流去到你的網站裡面。譬如說我們認識的 Facebook、Twitter、QQ、微博，甚至很多個 blog、forum 這些都會這樣做。但是我想問一問，你可能有你的 Facebook account， 你有你的 Twitter account， 但是你知不知道怎樣透過 Facebook、透過 Twitter、透過這些不同的社交網站能夠令到你的消費者去到你的網站上，到最終能夠產生那個消費？ Facebook 這個方法絕對是好的， Twitter 絕對是好的，微博、QQ 這些都好的，但是你懂不懂得用啊？我們今次提供這個 service， 我們不單止是給你一個網站，我們不單止是給你這些的社交的資訊，甚至我們會支援你，給足夠的策略你，還有跟你一起去運作，令到有更多的人能夠去到你的網站裡面產生的消費。我相信去到這家，你當然很想知道那到底是什麼來的，可不可以詳細了解多一點，可不可以看清楚一點，沒問題的。你只要聯絡我們，聯絡我們你就可以有個詳細的講解，那就可以給你一個很滿意很清晰的答案。多謝。